他说了个 no，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个东西，就是不知极限，就不极限制。哎，如果不快速的把它放掉或者卸掉的话，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就是上面那些心理啊，这个生理啊，行为的异常，它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对这种人，放血疗法很重要吗？Number one，因为什么？他阳已经没有了，你说给他泄阳不可能。然后呢，那你说你给他补阳气吧，把阳气补进去，不就跟他阴就平衡了吗？其实我们现在我就说举个例子嘛，就一大块冰，你是拿个艾条去把它一点烤化呢，还是你拿个冰锥子噼里啪啦给它戳一下，它就？这个睡的效果更好呢，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确定以后一个战术手段的问题，怎么解决它？所以古人的方法不是说是去扶正然后驱邪，就是直接驱邪，哎，驱邪完了它自然就恢复到了一种平衡。所以有些人是需要安抚的，需要去鼓励的，有些人就是要去关到监狱或者是去把它干掉的。这个顺序错了，那就叫养慵、养寇，然后就让这个隐患做得更大，是吧？那就是战略上是犯了错误了。所以这种人大放血是必须的。大放血，你看啊，我们经常说，哎，你看那个人不是贪而不仁吗？啊，你这捐点吧，什么这付出点，我告诉你，你这叫乞求。对他来说，那么皮厚的人是不为所动的，不可能听不进去。你的话在他那儿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对这种人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强制的手段，或者说你不让他捐什么东西，不让他付出，你把他阴浊的血去掉以后，他自然他的心态作为就会改变。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放？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还是说循经放还是什么呢？我们检查的话会看出，你知道有些人很多人有静脉曲张。对，静脉曲张的地方就是不正常的地方，对。所以我们一般都选那种从体表上能发现的，那种特别紫蓝黑的凸起，就是该挖陷的地方，它其实是凸起的，选那种地方去放血，是吧？这种放血疗法呢，跟西方早年的那种特别野蛮粗暴的放血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第一，我们会对身体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呢，选的那个放血的时间、放血的部位、放血的量都是很有讲究的。讲一个例子啊，就是04年到08年，我那会儿在平行堂出诊，有一个特别焦虑的女患者啊，在我这儿看病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是这样，就是我是特别讨厌血。我扎针是基本上能不出血就不出血，怎么办呢？你比如说需要放血的那些办法，我用活血化瘀药给他去解决，让他通过月经啊，通过这个小便啊，或者通过大便把那些污浊的黑血排出去。我本人就对这个扎针见血就比较抵触，所以我但凡扎针出来的那种污血浊血都是量不是很大。但有一次治疗这个人的时候，我给他扎的是印堂，但是扎印堂的时候呢，起针的时候，就印堂那儿就往外冒血。印堂本来是一个毛细血管，不就是这个动脉血管见大的血管不丰富的地方，也就有点毛细血管。但是那个人呢，那就是那种心火啊、肝火的那种上冲啊，导致那儿就出血就特别厉害。出血以后呢，正好我随手拿这个止血棉球用光了，然后我没办法，你就拿手指顶着没有没有没有，第一呢，这种血是自然出的，那就让它出，然后呢，我就只好就让它流下来，就流到它这个一个眼窝，它侧着躺是吧？仰面躺，就是它出来了嘛，就是我稍微调整一下它位置，流到这个眼窝。然后流满了嘛，我再偏一下，让它流到这个眼窝，为什么要让它流眼窝里呢？它没地儿可，要不就流床上了。天哪！然后呢，等俩眼睛血出血以后，基本上就凝固了嘛，对，流了不流了？我心想，这叫自然的泄法，是吧？泄完了以后呢，那是血都凝固成嘎巴了，然后干了以后一睁眼，我那景象特别恐怖。
但是就这一次治完以后，这个人就睡觉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急泻之，是吧？这种人出的血呢是热血，是热毒，而太阴之人放出来的血应该是污浊的黑血，是吧？血也分热血和凉血、冷血啊。我们说这人是冷血动物，冷血动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表皮下面那个静脉血管那个蓝啊，是瓦蓝瓦蓝的，就是闪着蓝光。你这不碰的你也知道它特别寒。哎，我看着有一些人那个眼珠都是那种，眼珠蓝是明显的，因为它有个白晶嘛，做底子。还有一种人的脸色都闪着蓝光，是一种光，青光，就是青光，就是非常非常可怕。哎，还有一种人，你看他那个舌头下面翻起来，下面就是怒张的那个啊，怒张那也叫有淤血。这个呢，有形有质有色的比较好看。嗯，我说的那种光呢是更高级一点，更高一点，也就是说。我看他有蓝光，然后大多人说，什么叫蓝光？对吧？现在用美图这个用美颜相机拍照的人啊，很难知道自己真实的长相。别人也不知道啊，把自个儿都骗了。对，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然后呢，将这缓急而后疲啊，不知急泻。如果不急泻之的话呢，不能医治。还有一个是刚才你说了，给这种人要放血，还有一个呢，这种人也要去让他的色质的胃气变得流动起来。扭曲不变形，道是无情却有情。徐文斌、梁冬和你一起重新解读《黄帝内经》，提升我们的生命力水平。那通常呢，就只能是灸了。一个是灸，还有个也是针刺。嗯，怎么叫针刺呢？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叫梅花针。梅花针就是一个针上有七个或者九个小针头。对，它的刺激方法叫轻扣。对。扣扣扣扣，嗯，这个皮扣的人呢，有个特点，他就是麻木不仁，嗯，他对你们对他怎么说他没反应，是吧？嗯，但是他对冷热疼痛的感觉也会降低，嗯，也就是说气过不去，你光有个神经在那儿通着没用，嗯，他感觉不到，所以这种人呢，用这种浅刺的方法，让那个胃气在皮下或者是腠理间能流动起来，嗯，这也叫急泻之。嗯，这个泻是泻什么？泻的是阻碍你胃气流动的那个邪的，有邪的气或者是多余的物质。嗯，所以这种人还可以，我个人认为刮痧也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是，很多人刮痧是刮不出来痧的。嗯，这种人就病得非常重的。嗯，你像这种皮厚的人，我告诉你，你刮他。能刮出黑水，能刮出一层油，但他说你刮，你说你都刮成这样疼不疼？不疼，出痧不出痧？不出。什么时候他出了痧了？就说明什么？第一，营血不太污浊了，嗯，是吧？他能渗了，嗯，你想浊的血它渗透不到那么细的毛细血管里面，嗯。第二，他呢知道，哎呦疼了，哇，知道，哎呦我这冒凉气了啊，又说冒凉风了，这时候就说明邪气出，正气回。胃气就过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看着他们有些治疗都是先灸后刮，就是他说如果你不灸这个人啊，根本刮不出来。是很多很多情况，我们《黄帝内经》我们俩讲这个《医法方医论》上讲到了六艺嘛，是吧？针刺、艾灸，就是我们叫砭石，砭石就是刮痧嘛，是吧？导引、按桥，还有中药或者叫毒药，这六种方法是一个中医必须熟练掌握的技术，是吧？但是现在一说，好像就是中医就是开中药，不对的，那五种方法，我们给它起个名叫非药物疗法，基本上都是在能量层面上，是吧？去改变一个人，物理层面，物理层面很高级的，对，很高级啊。我后来发现的确就是有很多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前面的这几步的物理治疗啊，直接上中药啊效果不好。另外一个就跟现在这个药物质量有关系。那当然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嗯，那刚才讲到了太阴之人呢，就相对就有少阴之人了啊，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啊。嗯，我们先回忆一下少阴之人是什么样。少阴之人见人小贪而贼心，哎，见不得人好，那对吧？看人倒霉，常若有德。嗯，好伤好害，嗯，是吧？就是我说过，少阴之人呢，他是内心中有一种邪恶的东西在存在，嗯，那个东西不释放出来，他改变不了自己，情绪、思维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嗯，是吧？他比那个太阴之人呢，太阴之人多了一点点愤怒，多了一点阳气，哎，而且他那个阳气还是邪的啊。是吧？他起码多了一点能量吧。对，多一点能量还是把自个儿那种阴寒恶毒的东西去发泄出来。对，是吧？对，所以治疗少阴之人呢，就跟太阴之人是还是有点不一样。嗯，下面有一个具体的分析，说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嗯。胃和肠都是六腑，六腑都属阳。对，对吧？嗯，就是说他有点阳，但是这个阳还是个不正经的阳。对啊，不正阳表现在哪儿？在腑上，嗯，在六腑上，就是，在阳明经上是吧？足阳明就是胃，嗯，手阳明是大肠，嗯，就是说他阳明经出问题了，嗯，就是更细了是吧？嗯，阳明经出啥问题了？一个大一个小，或者是一个强一个弱，嗯，那它表现在哪个强哪个弱呢？就是胃的功能比较弱。比较弱，而大肠的功能比较强。哦，大肠是干嘛的？藏污纳垢的，是吧？嗯，存续糟粕的，所以胃呢是吃东西的。所以你看这种人的话，就是那种我说过，这种人就是那种很鸡贼的人，饭量不大，全用去在哪儿？全用去算计了。嗯，然后消化里面肠道菌群肯定也有问题，没把这个东西化腐朽为神奇，化为了那种阴寒恶毒的东西。我估计这种人拉屎出来那味儿也不是正常人的味儿，所以这种人腹小那个肠部应该是个凸起的，因为他第一是他蓄积的多，嗯，是吧？他就显得大。嗯。第二呢，还有人叫巨结肠症，嗯，有小孩子有这种病，嗯，功能结构的问题。嗯。再一个就是说，即便他不大，但是他功能也偏比胃要强一点。嗯。这都是我们说的这种小和大。小胃大肠，哎，这有意思。饭量不大。饭量不大，还有一个特点啊，嗯，就是这种人的追求层次比较高，嗯，什么意思呢？你我们现在一说，好多人晒美食啊，做饭啊，是吧？就显示自己这个爱吃啊，嗯，说吃货是吧？其实长得好的叫吃货，长得丑叫饭桶。爱吃的人基本上坏不到哪儿去。这倒是真的。哎，你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对，也就是说，他有低级趣味，嗯，是吧？我爱跟有缺点的人交朋友，就是因为我不会有那种拘束和压力。我说一看这个人爱吃，哎，还能抽根烟，嗯，然后哎，我说行，这可交，是吧？你发现自命清高、自命不凡的人，基本上都是鄙视低级趣味的。一看你们啊，哼。也就这点追求了，这点起子了，是吧？你要是脱离低级趣味，有高尚的情操也好，但是如果你发展成了另外一个方向，那就变得就是丧失人性，阴寒恶毒。嗯，所以少阴之人偏这个，不可爱。嗯，你说少阴之人连这点爱好都没有？没有，他胃小嘛。你想一个小胃的人，他能在这上面有什么追求？吃几口或者吃点很简单。还有个特点就是他吃什么都一样，嗯，为什么？他乐趣不在这儿，在哪儿呢？就是把人害了他高兴。这样子，他有更高级的追求，但是这个追求偏了。小胃而大肠，嗯。您这样说吧，很容易产生一种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很多学医的人呢，一学医呢，发现自己哪儿哪儿都是病。就像最近这个最近这个不是这个新冠状病毒吗？好多人正常感冒都会产生一种自己得了新冠状病毒的感觉。嗯，说完之后呢，就跟看星座书也是一样的，每一段看着都觉得像是在说自己。我只看一段，我只看一段。好，这个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阳明脉我们讲了啊，嗯，阳明脉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胃和大肠对在表现，然后呢我们号脉啊，就是古代人号脉不是号读取寸口，我反复强调这个事儿，扁鹊可以读取寸口，
是吧？因为这个独居生狗办法是扁鹊来的。对，扁鹊是有人家的那个，人有那个功能的人才独居生狗。嗯，我们普通的中医大夫应该是三步九候。嗯，三步九候如果不遵循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们讲十二经皆有动脉。对，你说你这个经络或者是相关的脏腑功能强和弱，它在该跳的地方不跳，那它就是弱的。嗯。他跳的特别剧烈，那就是过了。嗯，所以这样一检查，就是我们是讲证据的，不是坐那儿就是在那儿胡说八道的。嗯、所以号他呢，脉阳明脉小，阳明脉小呢，我们说两个点啊，一个是摸足阳明胃经的脉，是我们叫扶阳脉，在脚背上。嗯啊，冲阳解析足三里，冲阳脉就是足背动脉的搏动是弱的。嗯。然后号这个手阳明大肠经，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嗯，合谷穴是这个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就是它的第四个穴，它的搏动也是弱的。嗯，然后太阳脉大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太阳脉包括两个，一个是这个手太阳小肠经，嗯，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两个主的是什么呢？主的是我们六腑里面最热的两个腑，是吧、嗯、这个大呢就是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第一，这个人阳气比较足，嗯，但是我刚才说了他偏，他偏。第二个呢，小肠的这个脉大呢，代表了一种，因为小肠跟心相表里，它代表一种心火，嗯，它有一种按耐不住的那种邪火的欲望，要做一些耗伤耗害的事情，它有攻击性。这两个脉在哪儿呢？手阳明的脉是就是我们手太阳的脉是在我们这个第四个，就是前骨后溪，然后在腕骨，嗯，在腕骨这儿，嗯，耗我们的这个小肠经的脉，膀胱经的脉呢就是在昆仑，嗯，昆仑穴附近，然后去摸一下自己膀胱经的脉，嗯，这就是我们三步九候检查的办法。再一个，古代除了脉以后，还要看它局部的温度，嗯，是吧？是不是？有人就是有人整个脚就是凉的嘛，是吧？嗯，嗯，这个少阴之针它指的特别详细的话呢，就是给你的正确的治疗上指出了确定的位置，嗯，是吧？补啊泻啊，你在那儿去下手。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一定是阳明脉小，太阳脉大。对，阳明脉小，太阳脉大。嗯。然后呢，必审调之。这个审调之，就他的这种人就比太阴之人复杂一点。什么叫审调？审的就是来回的看，是吧？哦。审师之，什么明辨之，笃行之，对，是吧？你不是说这个中庸的吗？对，审就是详细的看，调呢就是就好像闹个天平一样，嗯，多一点少一点，是吧？针刺多少针，取几个穴位，是吧？要去特别的谨慎的去掌握这个平衡。他提到这个少阴之人呢，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这种人第一件事就不能放血。哦，不能放血。所以太阴和少阴是要很清楚的分辨的。必须要分辨，是吧？嗯、我说了，这种人具有恶毒的心理，然后有耗伤耗害，但是他物质基础不强，不如太阴。哦，太阴伤人呢，那太厉害。太阴完全是以势压人。嗯。这就是一个小混混小玩闹，是吧？而且不敢明着来，暗地里害你几下，所以这种人不可怕，嗯，是吧？这是我们经常说小人，这就是典型一个小人。但是你针对小人的话，有几个办法，嗯，一个是你算一下你的时间成本，跟他这么弄值不值，嗯，对吧？然后你觉得必须要弄他，我就要出这口气，那就去灭他。你跟太阴之人可不能那么干，太阴之人你干不动，嗯，是吧？能量场太大，让我想到了康生，你知道吗？哦，那可是一个大特点的人，是吧？他特点太明显了。
你说他是太阴还是少阴？我觉得太阴。太阴，绝对是太阴，那绝对碰不了的，连太祖都忌惮他三分，真的。嗯嗯，但是他的书法很好，高级啊，大家。我曾经看过一篇书法业内的人评价他和郭沫若的字啊。他左右手写啊，他写过一篇东西，他我拿脚趾写的字都比郭沫若强。他写过一篇这么个东西，那字儿。他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书香大家，是这个写字儿这个事儿啊，你我们现在见个帖就很容易，嗯，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家里有个帖，有什么样的帖那不一样的，对，所以人家从小那临帖临见过，然后而且在高人的指导下练过。嗯，我现在是瞎写是吧，就是不愿意受拘束，就是那种写的野俗，人家是规规矩矩的练过，对，然后大篆小篆最后人家自成一派，那写的字就是漂亮。嗯，但是好的，好多人说这个书法就代表人品，我说别要犯道德话，我告诉你秦桧字相当漂亮，对，是吧？蔡京的字也漂亮。蔡京字儿，这蔡京兄弟字儿都很漂亮。然后那个胡庆余堂那三个字儿，嗯，秦桧写的，榜题字啊，榜书。他原来给他们的一个宗祠起义的叫庆余堂，嗯，哎，不是余庆堂，嗯。然后胡雪岩把这个字儿给调了一个位置，就变成了胡庆余堂，那三个字儿相当漂亮。而且字儿不大，往那个多高的城门楼上一挂，那一点不显小。嗯，这什么？所以这个书品跟人品两码事儿。嗯，有意思、嗯。书法背后其实是文人之气，是吧？有可能它是一种邪气，有可能是正气。而且我现在认为啊，岳飞民族英雄没错，但是宋朝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魔咒啊，就是。不光是北宋，历朝历代都摆脱不了魔咒。你要强大军队，嗯，藩镇割据，然后军阀混战，取而代之，嗯，就把你弄死了，嗯。你要弱化军队，异族就入侵了，嗯。你说你坐在那位上，你怎么办？嗯，是吧？这个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面的就提到这个事儿，中国历史发展动力学啊，对，就这么事儿。这，他有几股力量在交织，嗯。是吧？嗯，很不容易。那中央和地方啊、和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嗯，推动中国发展。对，嗯，说回来，其实聊完这些人，可以找一个不碍事儿的典型例子。嗯，就是这五种人。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太阴之人举那个谁的例子，已经 perfect， 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没有比他更那个。嗯。说回来，就是其血一脱啊，其气一败也，少阴之人。给他们治疗的时候，第一不要放血，一放血人就过去了。这个脱叫一个叫脱液，就是脱水，嗯，一个叫脱气，再一个叫脱神，对，脱血。哎，脱血的话就是血，嗯，不说别的啊，我那个到日本去做体检，其实在现在国内跟他们也一样，抽了我八管子还是九管子血，嗯。抽的我那一天就坐那儿发呆，真是发呆啊，不是静坐，进入了定的状态。什么定状？进入了失魂落魄的状态，寥寥分明，如如不动。就是，你说你干点啥呀？没意思，出去走走没意思。哇，这抽我八管子血，我就觉得这血就有点脱，就是脱血，再就脱水。好多人出大汗，上吐下泻，就要脱水。嗯，还有一种情况，这种人啊，就是我觉得更。跟这段比较合适的就是脱神，嗯，你见过见血就晕的人没有？见过，见过吧？嗯，我们大学我们第一次是到中日友好医院实习，观摩人家那个妇科的那个引流那手术，我们班有个男生是我们班足球队长，那很彪悍的一个小伙子，一见血呲溜就跟面条跟或者跟一滩鼻涕一样，就瘫地下。我真见过这样的人，真是。这叫神脱。啊，是吧？到现在，这个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对这事儿也没有解释，我没有解释，就是神脱，就是神，就是说你的神跑到那个血里了。哦，气血一脱，有血。然后，因为他阳气也不足，如果你给他用的泄气的方法过于剧烈的话呢，其气一败，其气一败。一个是呢，我刚才说这种人好对付，嗯，
是吧？他既然不敢玩明的玩阴的，就说明他气不足，嗯，对吧？因为一个气场强大的人是耻于不屑于玩阴的，嗯，对吧？他觉得那个内心他就接受不了，他们喜欢玩阴，就是说他们气不足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像对这样的人的治疗的总纲是什么呢？爱他们，化解他们的阴寒。所以是用艾灸来化解。哎，艾灸的，因为你看扎针也扎不得、嗯，然后刺激强了以后就变成，这种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是特别谨慎的用针去调的，再一个就是持续的哎毫针，然后就持续的强烈的爱去暖化他，把一个心怀阴寒恶毒仇恨的人变成一个心态平和的人。这个爱的多伟大呀！对，或者你不给他做艾灸，你用你的人格魅力去感化他。但是你一定要冒着被毒蛇咬 N 多次且你不死的这个风险。如果你觉得你能行，那你就上。哎，你说这种东西会传染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传染打引号，就是说，你把他给爱了，他把你给弄冷了。是会的，会的，这是平衡的，这是平衡的。太伟大了，那必须要太阳之人才能过来。所以，古代讲医生为什么要休息？嗯，你接触了很多人以后。这种能量场，我们现在都是细菌病毒感染，别逗了、嗯、是吧？他看你的眼神，他说的话、嗯、为什么很多做心理医学咨询人都自杀了？他接受就是那种东西，被传染了啊，被传染了、嗯、啊。今天呢讲到了这个太阴和少阴之人啊、嗯、其实我觉得他充分的给我们了一个启示，那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关于人的模型，哎，模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话吧，它既是贬义词，某种程度上来说，什么叫贬义词？它是褒义词，这是对的、啊，说明你起码心里面是了然的，哎，了然的，嗯，对，看破不说破，嗯嗯，好，今天呢是把《黄帝内经通天篇》关于太阴之人和少阴之人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下一次呢我们再一起和徐老师学习太阳之人和少阳之人的调治。好，谢谢，再见。洞见意识底层，诠释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国学堂》，梁冬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这里是国学堂，我是梁冬，对面的是徐文斌徐老师。徐老师您好。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们继续黄帝内经通天篇啊，之前呢讲到了太阴之人和少阴之人的状况，并且他的治疗的总原则。嗯，那今天呢继续讲太阳之人。嗯，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嗯。是这样啊，这个太阴之人是多阴而无阳，嗯，是吧？这个叫多阳而少阴。嗯，多阳少阴什么特点？他就是说他自己调和自己的能力基本上没有。嗯，他的阴寒或者是他的阴重或者是阴沉，不足以压制住自己亢奋的阳气。嗯，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叫。讲究排场，耗言大事啊，无能而虚说，自发于四野，是吧？嗯，这就是他本身存在问题。这些存在的性格行为的偏差，基于他身体的状态，能量的格局就是多阳而少阴。嗯，这个呢也需要谨调之啊。前面我们讲少阴之人也是叫审调之。哎，他讲太阴之人的时候呢是。多阴而无阳，无阳、啊、太阳之人呢多阳而少阴。嗯，那如果他多阳而无阴的话，这人就飞升了啊，就红化了、嗯、是吧？红化了，离那个就差一步，还有点东西牵着他啊，还有个小风筝绳牵着呢，不然早飞了。嗯，油枯灯尽啊。嗯，这个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泄其阳。本来阴就少，嗯，是吧？嗯，更不能就伤害他的阴，嗯，是吧？嗯，所以这种人放血啊、出汗啊、这个呕吐啊、腹泻啊都不行，嗯，所以不要
伤害它的阴液，阴液，或者说不要伤害它的物质。嗯，我们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是泄其阳。嗯，这里面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两个球队比赛，不管对方是什么样，你最后失败了，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叫敌人太强，嗯，一个是自个儿太弱，对，对吧？对待同样一个失败的原因，如果你对自己的判断错了的话，你就改变不了。嗯，敌人太强的话，你说敌人太强，那我就强大自己跟他平衡，这个路漫漫长，不可能。你让现在说中国队篮球队跟 NBA 打，那敌人太强是吧、嗯、你怎么提高自己也取得不了平衡或者是胜利，你只能去削弱对方，嗯，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敌人是正常的，是我自己组织管理混乱，我能力太差，嗯，这种情况下要去提高自己，嗯，所以面对同样一个阴阳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你一定要分清楚是阳多了还是阴少了、嗯、你是要去滋其阴液平衡它的阳，还是去泄其阳气去平衡它的阴，嗯，这一定要战略上要定位要搞清楚。他说无脱其阴而泄其阳，请问你这个阳怎么泄呢？泄其阳呢，我们叫泄气啊、哦、泄气。阳气旺的人，你跟他一接触，除了感觉到他的气势以外，还能感觉到他体温是偏高的。嗯，我们现在讲小儿叫赤子是吧？对，小儿赤子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心率特别快，嗯，第二他整天活蹦乱跳是吧？第三，你把他抱住，他在你身体里面也是在挣扎，是吧？而且他用的全是整劲儿，你还抱不住，所以这好动多动，是吧？这是他的阳气，嗯，是吧？而还有一种病态孩子就是多动症，整天在那儿出怪声、挤眉弄眼的，是吧？嗯，所以我们泄其阳气的方法就叫泄其气。这个气呢，我个人认为用针刺的方法是最好的，就是说你给他扎针以后呢，没有见到出血，嗯，但是呢通过针会释放出一些能量，嗯，这种能量出去以后呢，他的整个行为状态都会得到改变，嗯，而且这种扎针有个特点，就是起完针以后不要去按他那个针眼儿，就是我们用补法或者平补平泻方法，就是起完针以后一定拿手去压住，嗯，它不是个仪式感，它是真有气从那儿漏出来，是吧？所以呢泄其阳啊，让他的那个热气热火啊从这个针刺的地方或者针刺的穴位或者经络让他去走掉。通常从哪些地方泄阳？我们就是最阳气最旺的几个地方泄它。人体里面阳气最旺的，咱们经和脉都说吧，经是十二正经，脉是七经八脉，嗯，就是十二正经里面最热的是膀胱经和小肠经，对，他们都叫太阳，对，是吧？基本上他们的特点就是覆盖整个的后背。嗯，你说小肠经覆盖了上背肩胛骨。嗯，这个膀胱经在这个脊柱的两侧，而且有两条，是吧？而且都覆盖在头上。从七经八脉来讲，阳气最旺的七经八脉是督脉。嗯，它在脊柱的正中。嗯，所以阳气最旺的地方，从这三条经脉去泄它。嗯嗯嗯，阳重脱者易狂啊。嗯。或者阳重脱者，或者阳重脱者易狂。重脱和重脱是什么区别？脱两次，重脱是脱两次，哦，就是先脱气再脱神，哦，就是先我说把人蔫了，这叫没气了，这个人昏过去了，或者是丧失意识了，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人就是昏死过去了，那就叫脱神了。前面我们说了个阴脱是什么呀？脱水，脱血，脱水啊，脱血，那叫阴脱。嗯，也会导致人就是昏死不知人。这个呢，就是没见他出血，没见他脱液，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状态，叫狂的状态。这个狂态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失神以后别的东西进来了。嗯，所以这些人表现出来就是登高、狂奔、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脱光了，是吧？有一种表现就是魏晋时候他们吸毒嘛，吃那个五石散，对，吃的就是嗑药啊，嗑药，然后就是自己身脱光了卧冰上，是吧？就那种状态，穿着宽袍啊。就魏晋时候那服装，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嗑药的一种表现。对对，嗯嗯，阳重脱或者重脱者易狂啊，嗯，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就是这种人，如果你治疗不当，刺激量大的话，这种人会出现暴毙。嗯，为什么暴毙呢？就是心率快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心脏会骤停。嗯，是吧？所以这种人的非常危险，就是他的已经触及到了一种极端。对，只要突破那条线，对，然后这个人就会突然猝死，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就死掉。天哪！然后说不知人也，就是昏死过去了。是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还能抢救过来，一种就是完全就抢救不过来了。你刚才说到这个太阳之人呢，要泄其阳、嗯，但是呢，如果泄阳泄得多的时候呢，就会脱阳。请问这个尺度怎么拿捏？这就叫紧调之嘛，是吧、嗯？就是面对每一个人，我们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手如卧虎，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狩猎的时候，等待那个时机点。嗯，然后要等那个时机点。我们扎针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要后气，是吧？邪气来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它的正气来的时候是一种虚而和的状态。嗯，一定要把那个邪气后到它，抓住它，然后把它引出来，这是针下的一种针感，就需要训练，嗯、是吧？需要训练。我前段时间来一个朋友啊，帮我点穴。嗯，他跟我说，他说点穴点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必须要起来了。嗯，手下起来，他说邪气走完正气过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临界点的。有，这都是高手了啊，就是高手手下的那种感觉。如果这个感觉不到呢，就是有些人越扎你会越难受，嗯，对吧？就是引来了，然后又没有完全卸掉，邪气没走，还有是扎得过头了，让自己的精气卸掉，嗯啊，这手下的体会真感是一定要。谨慎的去把握的，但他点穴的时候他是可以知道的。那针杆扎完了之后你怎么知道呢？什么时候该起针呢？扎的时候针下是有感觉的，是啊，就是针其实是手的一个延伸，就是在针尖上那种。以前不是我们汉朝有个大夫叫郭玉嘛，他说这个针下的那种感觉毫芒即乖，就差一点都不对，是吧？点穴呢就比针。第一要粗一点，要浅表一些，但是他记住，他还手下还是个气的交流，不是一个形的交流。是，孝敬我们现在孝敬爹妈，经常给安个买个什么按摩椅啊什么的，就在那咕嘟咕嘟咕啾咕啾的、嗯，那个东西我告诉你，那跟你挨让你爹妈挨顿打没什么区别。他发的是力，他不是气，他不是没气嘛，嗯、是吧、嗯？然后他的大小、方向、力度，他都不好掌握。他都设定好了程序，而一个活人给你按摩，他手下是可以调整的，啊，这就是你让一个活人按摩，或者让一个专业的人，或者是用心用意的人给你按摩，和让你用一个机器给你按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好的按摩师应该很贵啊。我说过嘛，我说是第一个中医，第一个是注油高级，第二就是按摩。导引按桥。嗯，还有呢，就是现在老说这 AI 人工智能取代人。我告诉你，他唯一取代不了就是中医，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人，是吧？有很多人说可以，我说行，像你这种人就是跟那个塑胶娃娃都可以过嘛，是吧？在你眼里，那活人跟那个塑胶娃娃没有区别，在我眼里他是有区别的，是吧？你顶多把那个塑胶娃娃灌上水，灌上温水，让它有点温度，那它还是个塑胶娃娃，它没气嘛。嗯。这个徐老师在日本应该考察过吧。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对啊，就是有些人活得很糙嘛。我们现在讲这超越物质之上这种能量信息啊，那种神灵魂魄的感受，只有活人或者是有修炼的人才能感觉到。你他感觉不到，然后他说没有，他说没有就没有呗，是吧？你跟他较什么劲？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嗯，也就是说，你给这种人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你不能为了泄他那个狂躁之气，最后把这个人给搞没了，是吧？我妈老是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治不好病，病在呢，嗯，对吧？你留给更高水平的人去治嘛，是吧？嗯嗯，你不能给人治的病啊没了，人也没了，那
高危行业啊，做医疗高危、啊、高危行业，我觉得是针尖舔血的行业啊。你这话说的很好，针尖舔血。对啊，刀尖舔血，针尖舔血，没有什么区别。嗯，好，讲少阳之人，多阳少阴，他也是多阳少阴。嗯，精小而络大。嗯，血在中而气外。嗯，多阳少阴跟那个太阳之人有点像，对吧？就是他跟首先咱们跟太阴和少阴之人比，他的阳还是偏多。嗯，但是我说过，少阳之人是偏的阳。嗯，对吧？他的阳气也有，但是他渐出偏锋，他的思维方法和这种情绪学感都跟正常人不一样，是吧？就是比较各色的一种人，嗯，是吧？他的特点呢，跟那个阴不一样。这阴是在内，我们讲他阳明小啊，这个太阳大啊，或者是这个小胃而大肠啊，嗯，指的是里面。这个阳的人就浮在体表，他讲的是他的经络的问题，他的能量的蓄积或者表现出来的偏差是在表面。嗯，他的表现是什么？精小而络大，这就涉及到一个精和络的问题。对啊，啊，什么叫精？什么叫络？是不是竖着是精，横着是络呀？啊，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粗大的是精，细小的是络。嗯，还有呢？还有很多。比如，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叫“十二经皆有动脉”。嗯，经有动脉，搏动，对它的影响；络没有，这是最大一个特点。所以说，络是用来连接经的吗？我说过了，咱们现在得到《黄帝内经》是一个简写版。对，是吧？三生道长传下来的原版的《黄帝内经》有几套系统啊？第一叫经血系统，嗯，就是我们现在留下来了，嗯，现在主有十二条正经，有七经八脉，这是经血系统。三生里面还有个叫络血系统，络血系统也有365个穴，嗯，它叫络血，嗯，这个络血就不在经上，嗯，不在主干道上。而在主干道的连接处，所以它一样是有12条络脉把这些所有的经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人老发现一个穴位叫经外奇穴。对，其实都是络穴、啊、其实就是络穴。而且特别宝贵的是，这365穴位都有名字，都有定位，嗯，都有它的主治的功能。而且它有六阴络九阳络，嗯，他的意思就我不归属于哪个脏腑。十二经脉有个特点，它内部是连接脏腑的，嗯，是吧？你说我是小肠经啊，我是肝经，嗯，啊，肾经，嗯，络脉里面没有联系脏腑，但是他把所有的这些周围的这些经脉都给勾搭到一起。我们现在留下个残留，就只剩下15个络穴了。三生的书里有365个络穴。所以络穴的背后是我们叫浮络或者孙络，它的背后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是络。嗯，哦，对络的处理可能都不能用针了吧？应该也是针，也是特别小的针啊，也有这个刮痧的方法，也有艾灸的方法，它是另外一套系统。嗯，然后呢？精小而络大，为什么它会精小络大呢？咱们先说经小络大会大概呈现出个什么样。对，络脉无疑，就是说我们毛细血管的血从哪儿来，无疑是从动静脉来的，从经上过来的，是吧？对 对, 对。所以正常的人应该是经主干道里面的血丰富，嗯，然后越往底下流越小才对。对，是吧？它的特点正好跟这儿是反着的。什么意思？主干道里面少，经小，嗯，底下充盈大，说明什么？血液回流不是很好，哦，是不是这么个特点？所以很多人现在坐飞机坐经济舱，有个叫经济舱综合征嘛，嗯，这座位比较逼仄狭窄，然后呢坐时间又长，或者自己又不动，嗯，特别造成这种静脉血栓，是吧？嗯，血栓从哪儿来？就是从底下这种不流动的毛细血管里面产生的，是吧？一点一点蓄积。哦，所以在如果治理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少阳之人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藩镇割据，中枢脏腑不行，底下做大了，是吧？嗯，是这么一个状态。哎，我真的是油葱的感觉。嗯，中国古人
还真是了不起。他是望气的，他是高我们一个维度或者好几个维度在看这个世界。然后我说不能这样去描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这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就拿自个儿这种浅薄的知识去揣摩他们，是吧？嗯，是这个问题。所以说，雪在中而气外，这句话什么意思？雪在中和气外，这首先这是肯定是对的啊。嗯、雪在血管里流，血过血溢出来就错了嘛、嗯，是吧？雪在中里面流，然后呢，它的络脉的气呢会浮在外面。你对照这个人跟那个太阴之人，嗯，太阴之人皮糙肉厚，嗯，是吧？皮糙肉厚特点就是胃气涩，嗯，然后阴血浊，嗯，他跟他正好有点相反，嗯，这种人的特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这种人皮肤一滑就是一道棱子，啊、哦，就是皮肤划痕阳性的人，他所有的敏感刺激都在表面上，叫气在外，知道吗？是这个一根羽毛就能达到高潮，对，对，成人漫画看多了，嗯。血在中而气外是这个意思。嗯，你看血在中，气浮在外面。嗯，比起健康人来讲，它是不浮，是沉在里面的。嗯，是吧？需要的时候，应急的时候会有反应的。这种人是一直在反应，所以我们现在说很多人叫过敏。对，就是说一根羽毛你的高潮，就是因为你过敏，是吧？有很多人说是花粉，是吧？说我那次去哪儿了，看几个杉树，然后我一个朋友说是这是我的天敌。我说人家杉树是地球活化石，存在多少亿年了，你算老几啊？对吧？你应该检讨你自己。那杉树、花粉这多少年都在这儿，你为什么过敏？是吧？嗯、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种人容易得过敏症。过敏症。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眼里，所有的生理性疾病都有心理的基础。所有的皮肤病都是心理疾病的外在投射，还有人过敏到什么程度？对空气过敏，冷空气过敏。我说那你就别呼吸了，所以吸进的空气都得加热，那是你的问题。还有个就是西方的研究过敏，一说这个东西你这辈子不能吃了，我说你去问问你的 doctor， 你以前对他为什么不过敏，对吧？那通常这个西医的 doctor 会怎么说呢？西医 doctor 说是没到过敏的时候。最逗的是，我们治疗一些这个 mental retardation， 就是弱智的孩子。啊、嗯，人家在美国有最好的各种治疗，是吧？然后有这做理疗的，有 chiropractor 做脊柱的，还有儿童心理咨询，一大套那种资料给我寄过来，没用。结果我们治疗几个月以后，这孩子就是这个行走能力啊，这个计算能力都提高了。然后他，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报销的问题，嗯，他爸是那个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嘛，然后他爸就拿这套中医，我们当时我在东直门医院嘛，东直门医院拿这套东西给报销，人家不给报销，人组织一个专家评估说这孩子为什么智力啊、体力啊、就平衡能力啊。原来这孩子走路都需要人扶，上下台阶更得人扶。现在我经过我们治疗，这孩子都能骑自行车了。嗯，最后人家评估完得出个结论说，他到了年龄了。嗯，这跟现在说这个，我们中医给人治好病，他自愈了啊。行，我说对，自愈了。我们中医从来不抢这功，但是我们能促进自愈，是不是也是个本事？然后他爸爸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然后就不行，就接着就上诉打官司，最后确定就是我们提供这套中医药的治疗方法、针灸的方法，包括我们教的孩子做八段锦这些综合治疗，对孩子是有效的。最后纽约人寿报销的第一笔中医的治疗费用我签的字。嗯，93年、94年的时候，你想现在距现在多少年了？这就是人家西医 doctor 的，因为他骨子里不愿意承认，在他们之外还有更高级的治疗。你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起来，前两天那个张晓彤老师不是在啊发了篇文章吗、对对对，他说固然呢、隔断这一些传染源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得呢？为什么得了就好了呢？对，有些人得了就好了呢？为什么有些人又被治好了呢？为什么有些人就死了呢？他们脑子不够用，他们不会考虑这么多问题的。嗯嗯，就是最终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让每个人自己能够面对这个问题，能解决的。是啊，嗯，但是中医这个扶正驱邪是一套在基于这种哲学指导思想指导下是有一套方法的，他不是在那儿空口而。这个知发于四野，这个空口胡说的，它是有价值观还是有方法论的，对吧？嗯，我是这么认为的问题，那你解决方案呢？我有。这次那个新冠呢，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太平和解局方和郑清安的这个清安三书里面有一段描述，我觉得它很典型，是太阴感冒，太阴病。你看它有肺的问题，有脾胃的问题，而且呢它有不纳食，对吧？就是这次和上次有很大的不一样，它不爱吃东西。虽然我看到它还是一个太阴感冒，就直接从对对，你这么解释是有道理的，是吧？手太阴是肺嘛，嗯，足太阴是脾。这次有很多人他表现出来症状是腹泻腹痛，对，然后再加上这个这现在搞三环连疯了啊。但凡有点中医素养人就会知道，不会有一个病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是吧？这是贵族思维，贱人的思维才是老想着有一个特效药对大家都有效。很有意思，我的很多朋友啊，以前呢是对中医很鄙视的，居然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讲双黄连这个事儿，而且还去抢。像很多发生那个情况是，家里面学医的人摁着那个平常不学中医的人，就学中医的人摁着那个不学中医的人去抢购双黄连。人到这个身体是诚实的啊，身体是不会说谎的。我们现在说讨论任何问题，就发现第一，和我们讨论问题的人有没有基本的人格。如果这个人的人格是两面的或者是多重的，他说的跟他信的是两码事，你就没必要跟他讨论，你可以视之为他不是个人。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人说嘴上反中医，事到临头身体很诚实，是吧？他们的诚实表现在就是按他们的理解去抢购一批他们认为就跟当年抢购板蓝根是一样的，是吧？还有人现在不信中医是因为他没有走到那个穷途末路。人到没招的时候别说中医，啥医他也信。哎，对，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个体会，他以前呢什么都不相信，结果呢后来呢真的穷途末路，不管是中医了，就连鬼神呐、各种祝由啊，哎呀，全来了。所以《伤寒论》序里面就说了嘛，说这些人就是告穷归天，束手待毙，乞万无助嘛。就是什么招儿，就是神乱。你像我们都很坚定嘛。心安不惧，碰到这事儿咋回事？我们知道嘛。对，那些人没有。很可怜。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对这种人治疗的办法啊，是两个办法，一个叫实阴而虚阳。什么叫实阴？因为他少阴嘛，啊，就要给他滋补、填充一下，降一下他那个浮在外面的虚火。是吧？叫滋阴，这种阴它也不能太过，用什么比较温和的方法能够帮它补阴呢？补阴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精确定位它是五脏哪个地方缺阴。你是肾阴虚、脾阴虚、肝阴虚还是心阴虚？心阴虚，根据这个情况去调。滋补的食材和药材也是不一样的，是吧？比如说我们补肾阴用生地或者是熟地，或者用女贞子、寒莲草、地骨皮，这是它归到补肾阴。然后补心阴的话，我们用阿胶啊、鸡子黄啊、百合之类的药。滋补肺阴的天王补心丹是补心阴，天王补心丹是一个组方，它里面有很多种药，但是这个方子呢不是我们道家的方子，对，是吧？因为它叫天王嘛，它是异域的人，所以我接着我说吧，就是滋补肺阴一般用北沙参、麦冬，是吧？知母、黄芪也可以，
然后滋补脾阴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喝的那个石斛。嗯，大家都认为我反喝牛奶，不对啊。嗯，脾阴虚的话可以喝牛奶。嗯啊，滋补，什么冰糖水啊、蜂蜜啊，这都是滋补脾阴的。然后还有什么肝阴是吧？肝阴的话就比较，我们用一些这个血肉有情的东西，比如说用鳖甲、秦椒、青蒿，嗯，就是偏辛凉的药去滋补它的肝阴，嗯，所以每个脏不一样，我们选用的药物不一样，嗯，是吧？一定要精细去辨证，嗯，叫湿气阴，然后湿气阴以后呢，第一个把它的虚火能够平衡，就是我们叫滋阴润燥、滋阴敛阳、滋阴潜阳、嗯，这样的话，它那个阳气不会再淤积在体表。充盈在那个络脉上，嗯啊，这是自然，就是说家里有个贤妻，老公自然就回家了，是这么个道理。另外呢，辅助的手段呢，就是已经我那个淤积在络脉浅表处那些虚火虚阳怎么办呢？嗯，在滋阴的基础上虚气阳，叫毒泻其络脉，是吧？不能泻筋脉上，不能哎，络脉上这一定不能扎到那个主干道或者是静脉大的静脉去放血，刺络浅表的毛细血管，而且它有个特点，这种毛细血管不是蓝的，是红的，是红的。那它这个刺络得用梅花针吗？梅花针可以，特别浅刺的毫针也可以。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大家能明白，就是。有些人扶诊的时候就是撩开衣服能看到自己的肋骨上，尤其在肝的气门穴和胆的日月穴那儿，肋骨缝儿面就有那种小的毛细血管，红的，嗯，一看这个人就是肝火憋得很厉害很厉害，把这些小毛细血管里面红的络给它刺开，出一点点血，肝气就能变得很舒畅，这叫毒泻其络脉。你要泻其这个心包络是刺哪儿呢？心包络募穴在膻中，或者有的地方人叫膻中穴，对，是吧？这儿痛不可触，或者是膻中穴周围有三对穴、六个穴，叫灵虚、神风、神藏，嗯，这都是保护我们心神的这些地方，这是心包络，嗯，这叫腹募穴。然后如果是背腧穴呢，就到厥阴腧，嗯啊，第四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嗯。在那儿去看有没有红点儿，嗯，有没有这种红的脉，然后给他去刺破。嗯嗯，我最近碰到那个点穴老师啊，真的是从这个《锦衣书经和》啊，嗯，去讨论这个生长花树长，春夏，嗯，这个金木水火土，那就是纯粹《内经》的理论。对，他从那就是传统派。嗯，我就非常佩服学习这种传统派，是吧？嗯，我个人就是金不如昔嘛。嗯嗯。食阴而虚阳，毒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急，则强气脱而急。对，这样的话，他那种燥气，或者是容易攻击、指责、挑别人毛病的那股邪气就会被泄掉。嗯，是吧？人呢就会变得平和，嗯，是吧？强的反义词是弱嘛？嗯，它从哪儿来呢？从弓，以前人射箭用那个弓。对。如果他那弓弦粗，质地比较紧密，就是射程比较远，这叫强。嗯，绷得比较紧，叫挽弓当挽强嘛，嗯，是吧？如果是质地材料不是很好，然后绷得也不是很紧，那个状态或者说那个放松的状态就叫弱。嗯，是吧？所以少阳之人身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给别人不舒服，挑别人刺儿，且不给解决方案的这种感觉，对吧？你挑我毛病，你如果你善意的，那解决方案呢？没有解决方案，你挑我刺儿，你不就是目的就是羞辱我吗？让自己爽，啊，让自己爽，他就是这种人。嗯，就是有一些人，他说一万句话都只说一句话：“你咋比我牛逼？”这你听话，有些时候我听有些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话都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在。嗯，对，这种人其实就是内心的这种自卑解除不了，嗯，只能靠这种建立鄙视链，让自个儿舒服一点。嗯，所以他就叫做
强气脱，这个断句应该怎么断？则强气脱而急。嗯，则强气脱而急啊，快急是快速的意思。嗯，就是把这个很快的把这些气给它泄掉，邪气给它泄掉，是吧？啊，就脱而急，就快速的把这个强气泄掉。哎，快速的，这个解决问题是很快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要改变一个人性格啊，情人格，就是好像需要多少年的修炼，其实不是。嗯，那个邪气去了，这个人马上就变。嗯，就是我们是没找到方法，不知道在哪儿下手，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下手多久，是吧？我们不知道。通常说的这个哦 ，so interesting， so interesting， so interesting， 这我很好奇啊，这个他这个脱这个邪气，他的脱法是不是刮痧会好一点呢？因为你要知道，找到一个精准的落点去放血，这个太难了。差不多那一片稍微刮一刮，你说特别对，就是络脉的特点有一个特点，弥散嘛，弥散性的，对呀、啊，哎，所以这个像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真爱嘛，没讲的扁、嗯，其实像我们治疗这种荨麻疹或者是这种过敏性的人，嗯，其实刮痧是非常好的，嗯，刮痧这种脱它那个表面上那个邪气方法是最快的，对，而且冒出来邪气有可能是热气，也可能是凉气。反正它就是个邪气，是因为邪气在你身体里面表层潜伏着，导致你产生各种不舒服。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你痒，痒怎么办？挠挠呗，挠就是刮痧嘛，是指甲再尖点嘛，是吧？挠挠嘛，是吧？就是泄气表气、嗯。哎，我真体会过那种点完穴之后是冷的感觉。嗯，以前呢冷呢，你就会去加热。那个帮我点穴那个老师说不能加热，这个时候这个冷气在走。啊、就千万不能就热，你就让它冷，冷一会儿它就不冷了，就让它走近嘛。嗯，对，你加热有可能是让它憋回去。对，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外面受凉了，或者淋雨了，或者觉得受寒，你回家就冲热水澡，这是很蠢。那个热能把那寒气往里头逼。嗯，而且现在大家都在泡脚嘛。对，是吧？有一个电影演员孙俪，整天倡导大家泡脚，非常好，我没有意见。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以前人走很多的路，嗯，行军，嗯，然后泡个脚，嗯，这是最好的，嗯，你一天待着不动，然后呢，脚冰凉就靠那个泡那个热水来温暖它，其实是错的，是吧？有道理，这里面也有问题，是吧？而且会这个湿寒之气还回去，回去还往上走，嗯，往那个循经、啊、大腿根走。对，往小肚上走，对，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最好用的东西是风筒。风筒是什么？就是那个吹风机啊。就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人泡完脚之后就拿布来擦，嗯，擦是擦不干的，嗯，你表皮擦了，它这个皮肤臭里边是擦不干的，嗯，得用热风来吹。你不怕再让它中了热风的邪气吗？稍微烘干一下就行嘛，你不要太过嘛。你说这些事儿，古人都考虑过。嗯，你别以为古人就没有热吹风机啊。啊，古人的办法，拿干毛巾干搓。哎，这个是好的。干搓，古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外面受冻了，冻得特别厉害了，嗯，然后身体是僵的，他会从外面铲一盆子血，嗯，拿这个血给你搓你的身体。而不是直接给你泡一盆子温水或者热水。对对对，小的时候它就是能这个血能把里面的寒拔出来。是我们叫原理什么呢？原理是什么？嗯，吃过冻柿子吗？没吃过。你知道冻柿子解冻怎么解吗？一个冻柿子冻的实心儿、啊、硬邦邦一柿子啊，你要拿开水烫，它就烂了。嗯，你就闹一盆常温的水，嗯，把这个冻柿子放进去，最后你发现。冻柿子外面结了一层冰壳，嗯，然后冻柿子软了，嗯，老百姓讲是水把冻柿子里面的冰给拔出来，嗯，这是我们的解释啊，嗯、这是老百姓解释、嗯，物理学的解释是，当水凝结成冰的时候，嗯，会释放出很多的热，嗯，这个热呢，把这个柿子里面的冰给化了，但是呢，这个原来那个能量守恒里面那个冰去哪儿了，嗯。就是外面结了一层冰，就外面结这个冰，放出来的那个热，把这个柿子里面的冰给融化了。高级高级，它这个能量的转换，对，能量的一种转换，
再讲一个邪乎，就是那个滚鸡蛋疗法啊，对，是吧？身上哪不舒服啊，痒了疼了，然后煮个鸡蛋，嗯，带皮或不带皮就在身上滚滚来滚去，哎，突然发现不疼不痒了，然后掰开鸡蛋，黑了。黑了，然后那个蛋黄里面全长那种，跟冠状病毒那个头似的，全是那种小颗粒啊。我前段时间就哎，我们就说是遗精变气嘛。对，他的邪恶的能量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对，那种蛋是不能吃的啊，不能吃，赶紧埋了啊，埋了。这能量转换，所以你说这个刮痧的疗法，对于这种络脉病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嗯，你刚才说的那种用干毛巾搓这个事儿是挺厉害的，而且。你知道林彪吗？林彪他脊椎受伤以后几个毛病啊，嗯，怕风怕光怕水，嗯，然后他不洗澡，嗯，古代人认为没必要洗那么澡，反正每天洗澡肯定是不对的，哎，每天洗澡，然后呢古代有个方法叫干洗澡，嗯，就是我不沾水，但是我用毛巾把身体搓一遍，这也相当于是这个疗法，湿毛巾干毛巾干的啊，绝对不能湿毛巾。哇，你可以想象以前那些住客栈的大的各位官人是吧？嗯，去了这个怡红院、怡春院，找个小姐姐，我拿干毛巾给你搓，嗯，这事儿挺好玩的。它是个治疗，它是个治疗，肯定。而且我一直劝一些喜欢游泳的人，嗯，他们游完泳以后就是冲个热水澡，嗯，其实正确的方法是，直到游泳出来以后，应该是把自己搓热。用个干毛巾把自己搓热，搓的发热以后再去洗个澡，冲个热水澡，这事儿就了了。如果就指望着冲个热水澡就好了，我告诉你，游泳的人最后闹鼻炎的、闹心脏病人特别多。嗯，而且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特高兴说，自打游泳以后我就再不感冒了。我说对不起，你太可怜了，那种寒湿之气全往身体里面走。嗯，所以一说游泳就健身，我说我告诉你。什么都不一定是吧，跑步还健身呢，跑步还死人呢是吧，是就是跑马拉松一场马拉松十几个人算是正常标配，就是说低于几个就是不算事故。对啊，有的人被猝死了被抢救过来推开别人他又接着跑。嗯，这已经是我就是对不起失神了啊，主宰你的已经不是你的本神了。嗯 这个拿干毛巾搓澡这事儿，嗯，倒是今天的一大事，很有画面感啊，很有画面感啊，很有画面感，搓而且搓热了。不扭曲不变形，道是无情却有情。徐文斌、梁冬和你一起重新解读《黄帝内经》，提升我们的生命力水平。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绝大部分人洗完澡之后能搓干透是很难的，你擦完显得干其实是完全没有达到干的，差很远的，缺人伺候，因为人都把自己擦干了烦。我老婆经常说还没干呢是吧，缺人伺候。有个人给擦干身子。你们在万恶旧社会身处，我们是平行宇宙折叠北京啊。折叠北京。你处在那个时代、我就只能拿风筒吹，我太不容易了，我。是。总比湿的强啊。嗯。好，说回来呢，这个讲到这个少阳之人呢，就是中强气脱而急，中气不足，并不起也。他出现的问题不像中气不足气不齐，对对对，这些人少阳之人跟太阳之人不会出现暴毙，嗯，他的特点是中气不足。为什么中气不足？因为他气都浮在表，嗯，是吧，所以他脏腑里面，哎，脏腑里面中气不足，他容易被你们这么治疗以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病不起，也就是虚弱无力起不来床，所以一定要预防这个事儿发生。预防这个事儿发生的话呢，一定要在我们张仲景强调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照顾胃气，照顾他的中气，中焦之气，哎，中焦之气。所以这种人，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人呢？是叫少阴之人，就是没啥胃口，嗯，啊，鄙视你们这帮整天吃吃喝喝的人。这个人呢，其实跟少阴之人都有点像，嗯，他不是没有胃口，但是消化不能力不强。但这两种人都有个特点，都是在吃的方面上有问题的。那个是鄙夷，
就是反正我也不爱吃，这个是吃了以后消化不了，嗯，所以你就觉得你身边有一个特爱吃哦，甚至吃得很胖的一个人，其实那个人挺可爱的。哎，你刚才说有没有有一种遗精变气？反正有些邪阳要拖出来嘛，嗯，你能不能把它化废为宝，把它引回去，遗精变气到里面，外面是邪气，对吧？那进去之后，他说，《黄帝内经》已经把这条路给你堵死了。这样子，如果他觉得这个事儿可行的话，他会让你往回引，嗯，就把络脉的气引到经脉上。对啊，对对，他没说，嗯，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事儿他们试过了，不可行。另外一个说试过了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个邪气，嗯。所以我们治疗身体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一定要辨证这个是子火还是邪火，或者叫贼火。你上火了，嗯。如果是子火，那就不能用苦寒的地方去消灭它，嗯，去养它，嗯，这是我们说是肝温除大热啊，用补益脾胃的方法退它的低烧，嗯，这得养，嗯，贼火就得往出赶，嗯，我给你建议啊，就是我读这个经文得出的感觉，就让少阳之人去拥抱太阴之人，你发现没有？嗯，他拔他的阳，邪阳。太阴之人是皮糙肉厚，嗯，然后胃气色血浊，嗯，这哥们儿是什么呀？整个的阳气都附在体表上啊，攻击性又很强，他就想拿个矛，那哥们儿又有个特别厚的盾，这俩人一拥抱，两个人人格都完美了，嗯，给邪气有出路，那哥们儿又受到了这种特别好的刺激，但是这个邪气，你刚才说自己都养不了自己，拿去给太阴之人，他能有用？哎，你的毒药，他的蜜糖，对你来说是邪气，发到他身上，正好对他来说是正气啊。原来中医背后还有一个社交网络的问题。有有有，就是说，两个性格都很怪的人结合到一块儿，过的人挺好。哎，王小波就说过嘛，啊，是吧？世间最完美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施虐狂碰到了一个受虐狂。对。啊，然后两个人都发泄完了以后，那个也受够了虐，啊，然后这个人失过了虐，都舒服，两个人再离婚，就是找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两个人你我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对，你我相爱就是，对吧？这种人如果是不去有个人去跟他平衡，他就是个社会公害嘛，他总在那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游荡嘛，是吧？所以真是为民除害，嗯。所以我这个有时候觉得没有，对不对，错不错，只有合适不合适。嗯，合不合，嗯，哎，这个，所以我觉得刚才的确想的先合后评啊。啊，嗯，对，以合自评。对，不要把评当手段，评是最后结果。那今天讲完了这个太阳和少阳之人之后呢，还有一个叫阴阳和平之人。阴阳和平的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啊，稍等一下，那，嗯，再加一句。中气不足，你又泄他在络脉体表的气，就很容易让他病不起。对，啊，就起不来身子了。对，一定要照顾这个事儿。就是顾住中焦。哎，顾住中焦。对，嗯，所以少阳之人反而还要顾住中焦。嗯嗯，好，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紧整其阴阳。嗯，这里面说啥呢？就是说阴阳和平之人是不是就不用调了？对不起，阴阳和平之人也会得病。嗯。但是他没有基础病，好调，嗯嗯，是吧？所以一看阴阳和平之人呢，叫阴阳之气是和的，他没有说谁多谁少，嗯，所以他是可以稍微遗精变气一下，嗯，他不用，他自个儿就会调，啊，哦，他自个儿就会。第一呢，他阴阳没有明显的多和少，另外呢，他阴阳会有多和少，他自个儿是处于一种和的状态，而且他这种多和少会随着时间、季节、昼夜的变化去变化。是吧？嗯，不像那个那些人都固定了，太阴之人不管是夏天或者是冬天都那个德行，是吧？嗯，所以他本身是这阴阳是契合的。那这种人只有一个方法就可以了，站桩就行了。嗯，啊，站桩就可以啊，他自己就归位了嘛。对，血脉调。但是，就是说自己调和一个找到了得道之人，按照天地变化的规律去调，还是有区别。举个例子啊，时差。嗯。我就受不了那个非常土，嗯，然后你去一个地方，他们说请我去到欧洲或者到美国讲学，我说我受不了那个飞过去倒时差，然后飞回来再倒时差，我说这个不值当，伤神，嗯，伤神就伤了节奏，嗯，对吧？你本来是该睡觉的时候又得睁眼，
你完全可以通过站桩静坐去缩短这个时差，而且告诉你，身体好的人、神足的人，时差倒就快，甚至有些人就没有时差。我甚至觉得有些人啊，他睡眠节律紊乱了、啊，比如说晚睡晚起的人啊，他就应该换个时区。哎，对，坐着飞机往后飞嘛，飞个三个小时的那种时差，对对对，对吧？对对对，也别对调。哎，对，那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疗法我考虑过啊，我叫时空疗法。嗯，什么叫时空疗法？就是说，既然你是非得到我们说九点十一点前就九点或者到十一点就睡觉，既然你睡不着，那你生活的时空肯定错了。嗯，古代交通不方便，达不到这个条件，现在可以啊，你可以包一架私人飞机往西飞嘛。飞三个小时，哎，飞三个小时，你时间不就固定了吗？新疆，对啊，如果你有胆病需要在子时沉睡，那就包一个跟地球同步的飞机，永远保持你在半夜十二点，多漂亮，是吧？我觉得将来有机会能找一个富豪实现我这个治疗的方法。但是他飞在飞机上，离地气远点，得经常下来一下。你下来就不行了，你下来以后就跟不上地球的转速了，就一直得在那儿。天上不是有同步卫星嘛？嗯，它永远地球怎么转，它貌似同步，其实它也在转嘛，它保持那个速度。对，所以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交通工具能保持住跟地球自转相同那个速度，你只能飞。这个已经很高级了，就是在现代科技文明里面，我在想有没有比它更省事儿、更环保的方法，能够保持这个跟地球同步，但是还不用飞。嗯，我感觉应该是有啊，古人啊、有，应该是有。那就灵魂出窍跟着飞呗，肉身在那儿了，灵魂在跟那儿飞。有可能。哎呦，一切皆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说梦有三种梦嘛，是吧？嗯，就是病梦，嗯，想梦，嗯，还有就是这个灵魂出窍之梦。嗯，是。是，这个就不在今天详细展开，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话题。嗯，好，阴阳和平之人呢，这个血脉条，仅整其阴阳。记住一下，血脉条是两个概念啊。嗯、血是指流血的那个动静脉，脉是指气脉。嗯，是吧？对，这两套系统啊。对，我们肉眼看到的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身体里面还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气脉，气体在循环，所以它的营血，那个脉代表着气，就是胃气，它的营卫是调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营卫不调，一说桂枝汤治营卫不调，或者说一说就调和其营卫，其实调和是什么？调和的是血和气的关系。前面我们讲太阴之人、太阳之人，其实就是气血关系出问题了，是吧？所以这样，阴阳和平之人，自身的血脉就是调的，是吧？这个气，那个倪海厦老师说，它隐约的约等于水蒸气。气有两个，一个是确实，我们每个人打嗝放屁，那气就是气啊，它是跟我们空气是一个道理的。还有一种比它更高级的气就是能量。你解释成生物电啊，什么传感啊，对，你随便你们解释，我个人认为它就是气。也可能就是在我们生活这种什么量子纠缠里面对某个东西的感应。是吧，你理解不了。鱼生活在水里面，是吧，它可能不知道水的存在。我们生活在空气里面可能不知道空气存在。但是我们还生活在一种肠里面，你可能理解不了，更不了不了。但是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能理解，还能找出它发展的规律，然后他写成这书告诉了你，是吧？就这么个道理。这些人得病怎么办呢？仅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就是外来对他的影响呢，他不是内乱，他是外邪对他的侵害。对，医生呢一定要判断出正邪，然后呢，安容仪。是有余不足，这个安容仪啊，是安他的容仪呢，还是大夫本身把容仪安好了之后就能治他呢？问得很好啊，阴阳和平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什么人？前面我们讲了，对啊，就是这状态安静的人嘛，就是状态本身就安静，人家不需要安静，是吧？人家跟谁相处都很。就是让人舒服啊，非常舒服，宛然宠物嘛，是吧？对对对。所以这个安容仪指大夫啊，大夫。我们现在随随便便你出去吃个饭，人说哎，徐大夫来号个脉，我天，
对不起，这不是好买的地儿。我觉得我十年最大的进步就是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能问到这个安容易是病人安容易还是大夫安容易。嗯，其实每当在调病的时候，他就在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场。在这个事情当中必须的，就是有些时候呢，他如果病人很闲的，你直接要用针啊，用那些东西就可以了。对于这样的人，像这个本来就阴阳平衡的人啊，嗯，你只需要把自己的频率稍微调一下，嗯，就转过来了。医生看病一定要进入一种状态，嗯，进入一种场，啊，这让人一说就是好像有点歪了些，其实根本不是。首先，我对我的职业有个尊重，有个尊敬，嗯，对吧？你说相声有封箱有开箱是吧？为什么要搞这个？第二呢，我的对我的这个尊重带动了病人对我的尊重，所以大家形成了一种特别良好的一种信任。信赖的一种关系。插一句话问一下，封箱和开箱是指什么？封箱就是说到了这个点了，我就结束我这一年的演出了啊，就是收官之作。哎，收官了。嗯，你什么意思？你过年了，我要休息，你给我再多的钱，嗯，你拉我去说一段或者唱个谈话，我不去，嗯，对吧？嗯，有的钱我不挣，嗯。然后开箱一般是就是我正式，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其实这些人跟以前那个唱戏也好，唱京剧也好，或者是表演艺术家吧，表演艺术家也好，其实跟古代的呜没什么区别。他要进入一种状态，带动一种气场。其实背后呢，其实就是对他对这个事情的敬重和虔诚。嗯，出了一种状态，然后把这种状态影响到病人。你庄重别人才庄重，是吧？就刚才你说的。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重视，其实我大学毕业最后半年是在协和医院急诊科中医科实习的，我就对协和医院的西医大夫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们的仪表都非常好。对，是吧？我儿子在协和出生的吧，我那天在等着他出生的时候呢，看到墙上的挂的那老照片，嗯，100多年前的，嗯，那个时候的那些协和医院的医生个个长得跟钱钟书一样。哎，安仪容嘛，嗯，就那股劲儿，讲究啊，讲究，白皮鞋、白袜子，那护士到现在还这样。所以我说，很多人不自重，或者做中医大夫的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然后内心的自卑，然后不分任何时间、地点、场合就去迎合别人。我个人认为，这个气场就有点弱，是吧？嗯，安。容仪一定要没有嘻嘻哈哈，没有嬉皮笑脸，看病就是看病，是吧？嗯，我看病的时候很严肃，但是我私下里还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是吧？但不能活泼起来吓死人。不，对对对，神有余不足。嗯，然后神有余不足啊，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你看。他就没有固定的说是哪条筋或者哪个脏哪个腑，嗯，因为他是随机的得了受到外邪得了个病，嗯，是吧？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然后呢？以筋取之，不盛不虚，以筋取之，什么意思？你看他选的是筋，嗯，而且我们现在我跟你说了，《黄帝内经》留下来的三套穴系统：筋穴系统、络穴系统，还有一套系统叫溪谷穴系统。溪谷穴系统指的是关节周围的穴位。嗯，然后这套系统我们只留下了一套叫经穴，嗯，但是它留下一套也有道理，为什么？经介于谁之间？经往里走是脏腑，嗯，往外走是络，嗯，所以你看阴阳和平的人本身就是个中间的人，嗯，你看他治的不是腑，嗯，也不是络，他治哪儿？直接取经，哎，以经取之，不胜不虚，以经取之，嗯，所以。通过调筋而带动了治里面的脏腑和治外面的孙络，就是给这些人治病的方法。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你了，阴阳在哪里，阴阳平衡点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治病的方法是一个最偷奸耍滑的一个方法，我们选的穴全是经穴。嗯，所以它经穴系统流传下来是有道理的。那由此来推。那脏腑的更深的问题，那就不能选经穴，应该选募穴和腧穴，就是我说胸背的这些穴。嗯，体表的问题，那就用络穴去解决。
我们是假定所有的人是阴阳和平之人才选的精血，所以这2000年以来我们治病的前提都选错了，就假定他是阴阳和平之人。所以想效果快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哎呀，这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嗯，徐老师，这、嗯、这些道理你是在多大的时候就明白的？我啊，30多岁。所以呢，以经取之，然后此所以调阴阳别物态之人也。诊断、治疗、方法，全给你讲。嗯，道法术啊，道法术器啊。对，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和徐老师一起呢，向徐老师学习这个《通天篇》讲的这个阴阳和平之人。你会发现啊，这个古人呢，的的确确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的格局，然后呢，有了这个格局之后，再去格物致知呢，就会能有这个拔相更好了。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哈，就是很多人把人都当成一种人，这话没错，但是呢，他有时候呢就不精准，而且呢，用的力气就比较大。嗯嗯，那当我们能够稍微把它分一下子之后呢，你的策略就能出来，道法术士啊就出来了。所以呢，今天跟着这个徐老师呢，让我们看到了经络、腧穴，还有呢这个阴阳之间的关系，包括该脱的时候该如何脱，该补的时候该如何补啊，嗯、对吧？脱了棉裤，脱秋裤啊。那、嗯、所以呢，感谢今天那个徐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重新发现中医太美。谢谢徐老师，谢谢。好，再见。洞见意识底层，诠释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国学堂》，梁冬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这里是国学堂，我是梁冬，对面的是徐文斌徐老师。徐老师你好。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黄帝内经·通天篇》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把太阳、少阳，或者少阳、太阴、少阴啊，阴阳和平之人的状态以及治疗的大的策略，和大家呢一起来学习了。非常感谢徐老师，让这么多年来啊，让我们觉得再次发生出了这种中医太美的这种感触啊。嗯嗯，就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讲这些。落实到经典上去描述人的话呢，他肯定不会举一些这个平常没有特点的人。嗯，选了五种有特点的人，而且是特点特性都比较强。一些小说写剧本没有情节没有特例的话，就构不成情节，平淡无奇是吧？文似看山不喜平，一定要有特殊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这种极其各色特别的人还是不多，大多数人还是叫庸众，庸众混合型人才，混合型人才就是说，哎，看这里面好像每个里面特点好像都有一点，还有个呢，就是这些人能量气场不够强大的话，他会随时变化，嗯，对吧？突然被人拥戴了，他会出现一种状态；突然，被打压了，出现另一种状态。所以他人格会分裂，或者是会有多重人格在身里面。嗯，我们看到那些能量场比较大的人格比较固定的人，就外面不管风吹雨打，是吧？嗯，他自己的那种个性特点都不会变。我们普通人看到秋天落叶啊、萧瑟啊，感觉到悲凉。毛主席看到就是万山红遍城林尽，是吧？还是一种冲天的那种豪气，所以这种人是有性格特点的。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庸众。嗯，庸众，庸众看这五行呢，五种人呢，就会觉得，嗯，就好像看研究那个星座，一看好像哪个星座哪句话都跟自个儿有点像，是吧？特性不鲜明，特点不明确。这个星座学啊，幸好发展出了上升啊、下降啊、月亮啊、太阳，否则没法自圆其说。哎，他就是为了自圆其说而搞出那么多东西。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不了解哈。好，继续。皇帝曰：夫五态之人者，相与物固，嗯，猝然心会。
未知其行也，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啊？啥意思呢？顶改呢？皇帝就继续请教了，他说：“什么叫相与勿顾？第一，相与我说了，是吧？山西商人把这个自己的客户不叫上帝，也不叫什么，他叫相与，就互相给予，如果我平常的人际关系交往中，我碰到了这个人，我不了解他，因为他不是故人，是吧？相逢何必曾相识嘛，以前也不认识他，我跟他的交往也不深，不是故人。然后呢，突然碰面了，我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分别出来，对他这种人是什么人性，什么人格？哎呀，皇帝真是会问问题、完全问的就最重要的问题，就跟你一样啊，会问问题。哦，我不敢，都是大家需要的，是吧？不敢。猝然啊，就是突然啊，这个邂逅，然后碰面了，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干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他以前的行为，我也没做什么背景调查，那我怎么会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属于阴阳是吧？多阴多阳，多阴少阳里面的哪一种？我怎么去判别他？另外呢，您前面讲的是大夫，是吧？大夫的角度说，能摸到他皮厚是吧？能摸到他络脉比较浮浅是吧？然后判定他，我也不可能上手去摸人家，是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或者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方法？让我快速去把他们归类。然后呢，我来决定我是怎么跟他交往。这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好的提问者一定是顺着众人共情之下的问题来的。所以这个少师答曰：众人之属不知五态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态之人不在焉，五态之人犹不合众者也。少师是他老师嘛？对，老师就接着回答了，他说人一过百，形形色色，是吧？这是我给这个白话文加点赋比兴啊，营造一个气氛。也就是说，人跟人差别太大了，人跟人差别都比人跟猪的差别更大。所以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他怎么规律他的属性的话，应该是不局限于这五种人，是吧？所以他说，不知五态之人，故五五二十五人。如果你在这个五个基础上再细分出五类，然后五乘五是二十五种人，都不足以概括你面对的这些人。这是他说的这个意思。就颗粒度再细，也就是二十五分。然后呢？分法就是说，你说相与，那你这个如果是这么分的话，光有五态分成五种人，是远远不够的。我呢，之所以给你讲五种人，就是我刚才前面铺垫那句话，我是把最有特点、特点最鲜明、阴阳的失衡，或者是那种阴阳的特点最鲜明的人给你拎出来讲。但你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能拿这个去一个个去套，是吧？所以说，五态之人，你去描述众生不合于众者也。是吧？先给你把这个话说明白。强调完了，再跟你说，我教你识别的这个方法。这就引出了下一句话。先把前提讲清楚，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老师跟学生他存在着很大的这种差距。有时候呢，你比如说现在说大家回家要天天洗手。然后有一个人就洗手。然后他还不洗头、不洗脸、不洗头发。然后说：“你这么蓬头垢面出来。”他说：“老师，你不就让我天天洗手吗？”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少师就针对这个情况，我先给告诉你，我们这种分类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是吧？我们找出他最有个性特点的人给你讲，你一定要在，不是临床啊，在具体生活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要随着时间地点去变化。给你的这是一个脸谱化的总纲。是，就是要分，但是呢，要知道它背后的变，而且特别，我现在想给他加一句话，就要知道一个人会在不同状态下显示出不同的人格。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老这个少师啊，他这个老师啊，嗯，的确呢，讲出了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法。嗯，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洗手不洗手的问题。孔子说，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举一反三的话，嗯，就先不要教他啊，不要教，因为老师永远只能给你讲一点最核心的或者最具有分野性的东西。嗯，那用那只是引进门嘛。那你在现实生活中呢，你要透过对不同的人的观察呢，发展出一套属于你的体系和观察方法。是，嗯，是好。所以呢，皇帝曰：“别五态之人，奈何？”啊，奈何？这个前面我们讲了五种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嗯，皇帝说：“我也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事儿，什么浩言大事啊，嗯、什么孽然下临啊，这些我都不知道。”嗯，而你做医生做检查那一套，我也不可能。嗯，那你现在教我一个更简洁的方法去判断他，嗯，所以这就叫别五态之人奈何、嗯、然后少师就教给他了一套方法，嗯，就观察他举止容貌行走坐卧、嗯、然后呢基本上能够大概判断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的，有助于内必显于外、啊、是、嗯、所以太阴之人呢，其状湛湛然黑色，对，念然下意，凛凛然长大、嗯、或者长大、嗯，果然未老，嗯，此太阴之人也。前面讲了啊，形形色色，嗯，形形色色讲的他的那个身体结构，太呢是讲的他的活动起来的样子，是吧？嗯、色呢，是色嘛，就是他的颜色。嗯，第一个呢，他就说太阴之人什么样啊？嗯，太阴之人有个特点，就是第一，黑色大家都理解，嗯，湛然是什么意思？发亮，啊、哦，不是发乌。就是黑油亮，以前有个擦皮鞋油叫黑油亮，所以这种人就是底色、肤色、面色都发黑发，但是呢，它不是发暗，它是发亮，所以嗯，湛然黑色，嗯，是吧？我有个同学就特黑啊，他有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我身上随便抠下一个皮放到别人身上都是痦子。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咱们这个说的这个呀、啊，是以中国人和中原人为主哈、啊。嗯，否则的话，你就有一些搞五行针灸的，就是拿奥巴马呀，然后拿克林顿呢来做五行分析，这个呢就有点远了，嗯、是吧、嗯？因为他这个文化发展这里，两码事。所以说，你就湛湛然，你不能说奥巴马是湛然，所以他是太阴之人，那不行。不是，嗯、对, 对吧？以黄种人为底色来说这个事儿啊，黄而偏黑，黑而发亮，是吧？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它属阴嘛，我们说多阴而无阳。对。然后呢，你说无阳为什么发光呢？记住，那种光不是阳光，是阴光。是阴。阴为什么还会有光？是吧？那就是，如果讲这个例子的话，这可能我们现在人都没见过鬼火，就是在坟地里面经常会飘荡着那种灵。灵，它是一种无热的。但是它是一种光，嗯啊，记住这不是阳光男孩，这是一种，嗯，这是一个老头啊、嗯，基本上是一个比中年猥琐更高一点的一个老头啊、嗯，这种能修炼出湛的那种状态，也是需要修炼，也是需要凝聚的，凝聚出来的东西。哦，嗯，所以太阴之人，黑中有亮，而这个亮有阴寒之气，嗯，玄铁啊。玄铁，哎，真是有点像玄铁。玄铁，什么叫念然下意啊？念和意，或者叫意和念，是后天的东西。嗯，我们经常说，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嗯，啊，有情绪、有情感的。嗯，太阴之人没有，太阴之人全是算计和考量，非常理性。就是念然下意、哦、他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他不会情绪化，嗯，因为他没有情绪，他里面的那个没有阳气嘛，嗯，他没有，他考虑问题非常理性，非常冷静，嗯啊，非常缜密，非常周密，就这么一个状态。念然下意啊，嗯，凛凛然长大还是长大？长大，嗯，这种人通常比较高吗？高，嗯。
瘦高瘦高的，瘦高，而且待会儿有一句话更能显示出他的样子，叫国然未老。国然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国都有个窝，嗯，国窝，国窝就是我们的膝盖是往前顶的啊，后面就形成一个窝嘛，对对，这叫阴阳嘛，对对对。如果你发现你后面这个国窝满了，或者有个硬块，你肯定椎间盘突出了，嗯，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有窝的地方满了就不对，嗯，是吧？而且有个特点，鸡，鸡的膝盖跟我们正好相反，鸡的膝盖。